我们谈谈吧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你之前说公司里有个男上司，总是干扰你的私生活，还逼你和我分手。那个人是不是许晨毅？周年庆那天晚上，听说你喝多了，你晚上在哪过的夜？我今天有点累了，要不改天再说吧。我今天就想知道答案。回答我，李浩，你能不能给我两天时间，稍微整理一下，我们再谈行吗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告诉我。那个人是不是许晨毅？周年庆那天晚上，你喝多了没有回家，是不是和他在一起？看来真的不是我多想。李浩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我本来是想等我都整理好了，然后我再跟你。够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酒店会发生什么，还用得着想吗？不是的。为什么？小雅，你告诉我。为了你，我放弃在北京打拼下来的一切，回到新州，回到你的身边。你就这么对我的？林浩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我那天晚上真的只是喝多了。好，就算你喝多了，你明明一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用心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？是，我本来是想是等我辞职了以后再跟你说清楚。这些话你信吗？夏夜，你是不是对他有心了？我没有。李浩，你相信我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除了你以外跟任何人有关系。你相信我行吗？求你了。我当然相信你，我都相信到你和别的男人去酒店了，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的担心你有没有淋到雨，怎么回的家。佳言，你用不着骗我。你要是喜欢上别人，你大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，我知道他比我有钱，是比我成功，我样样都不如他，爱情嘛，怎么比得上现实呢？是李浩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，你相信我。周年庆那天晚上。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，发了很多信息，你都没有回。我的心情很不好，所以我就喝了很多酒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你都先冷静冷静吧。李浩，李浩，
混蛋，人渣！